想袂到你对这种代志嘛真有了解嘛，请问一下，你感觉马文啊是什么这个人？不是啦，我只是对旁边较有兴趣尔。啊，其实我的本业是甲阮哥做伙咧开咖啡厅啦。哇，小姐，这是我旗下的香氛品牌，啊，你若有兴趣哦，连去门市参观，顺便甲我指教一下。哦，指教唔敢啦。也唔过我真正做爱香氛诶，我感觉这香气哦，会当予人一种做幸福、做温暖的感觉。我一定赶紧找时间过去看卖。谢谢你。那你外婆在做啊？有十一的香味。我感觉有一种做熟悉的感觉，啊，所以我有想讲来这找看卖有啥物线索无啊？其实过去二十年的记忆，我全部拢放袂记啊。啊，我毋则想讲，既然这个香味对我有影响，那安尼我来这行行看看。那有可能，爱芙丽这个牌子是阮妈亲手创立的，我自细汉就常常陪伊来这，我。根本对你一点仔印象拢无，你哪有可能甲阮的店有啥物关系？阿仔，我嘛足想要知影，迄支香水到底甲我感情有啥物关系？有可能是你过去捌闻过，还是讲你嘛买过这支香水，只是你袂记啊？嗯，你讲的敢若足有道理的呢。啊，那呢应该就是哦。那个香水跟那个香味，让我感觉很愉悦，所以我不才会把它记掉掉。那你真的拜托您哦，那个香水一定要复刻成功，相信一定会带给更多的人满满的幸福感。而且到时候我也一定会继续捧场。我刚想会搞完哈，做你没用，我紧，我洗洗就是来走。王小姐。还有什么事情？为了要感谢那天你的建议，让Rose十一号这支香水可以重新复刻。啊，若无安尼啦，你凊彩拣一支香水，你扎上去，就算是甲你嫁。真是的哦，其实我真正做甲伊香氛的，那呢我就无甲你客气哦，多谢你。看起来原来是这样的，你对这吴小姐现在有一个好的印象。这叫改观。坦白说，我头一次记到她的时候，我对她的印象并不好。啊，不过我自己也感觉很奇怪，我是怎么听到她说她找不回来失去的记忆，我就感觉很同情。有可能是伊甲阮妈有同款做，阮妈嘛是伊讲车祸以后，就袂记真济代志。是讲，迄个时阵还阁有阮陪阮妈度过，啊那伊就只有伊个。所以我头拄仔听着伊讲伊个做了，我就感觉足唔甘的。小姐，多谢你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我接下来上一水。哦。你那家迄吴金玉有识识啊？可能交情袂歹啊，你搁送伊香水。妈，我甲人相处是看感觉。我这无在管人什么身份背景，得看人无。搁再讲，你唔是已经替庆贤结婚新妇啊？准备要订婚啊？那呢，我甲迄个吴静玉有啥物交情，应该嘛袂插到你个吧啦吼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